现在你看，我现在从这一片过来的时候，也是你先把它，我把它调慢了啊，时间够。你现在的不会定位了，等一下我们看那个啊，等一下下一个。其实我可以把这个转速啊调慢一点，这就是它的那种惯性量嘛。没用的，也会跑位的，我跟你说，真的会跑位，是说多与少的问题。那我这样，我把那个就是比开了。